Lexus 不仅是销售品牌冠军，其中七月份休旅车集聚市场占比更高达 45.1%， 以几乎市场一半的占比大幅领先各品牌竞争对手，从中大型休旅至小型跨界休旅全面称霸。 NX 车系以优异的产品及极具竞争力的价格，于7月份再次以1015台单月破千台的惊人成绩站稳第一名，独霸所有豪华车极具 RXE 创新洗练的设计。7月即以461台称霸中大型豪华休旅车极具，而跨界休旅 UX 推出后也热销好评不断，7月以578台稳居小型休旅霸主地位。 LAXUS 7月份累计销售台数高达14202台，去年比 111.2% 创下历史新高。在消费景气逐渐回温的情况下，相信2020年度会是 Lexus 创下更多高峰纪录的一年。